不要动，让它冲上去。没办法再调，但是会从存量里面出来了。对，对，那就比较重了。哎，我这个是可以的，这是他，这个是他处的那个。那这五年的那台。哦，那这个还可以共用吗？可以，都可以的，什么都可以。真的爆框，太大了，塞不下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？我在录影。哎呀！
不起，他后面。这一段切掉就好了。他不知道了，你还记得吗？现在没动作，你知道。这个水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个是水，对对对。啊，水山就是那个。然后这一开，他们讲啊，太阳能干嘛？哦，电风扇。关于说他喝水都水都完了。灯面，他好像有哪边不舒服，对，有屁股那个位置，屁股那个位置不舒服。这个洗手间应该在早班里边，这边不晓得人家早班是一边一边洗手间。哎，那今天很顺利啊，来两分钟就拍好了，对，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去拍五色鸟了，对，可以去。哎哎，啊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最常讲句话就是从后面，从后面。真的不戴帽子。这是我的，光没有哎，光还没出来，又没有光。
我看看，男的就是不负责任。对，他有例外，八大例外。全世界都公认的。八大例外。八大超负责任。有啦，昨天那一组人都是负责任。他帮我弄的电池。哦，会插电。啊，有了，有了。有电。这通了，这太好了，这样就是有电的都没有你了，就找他就对了，太人了，你看他这样弄一弄，五百块，我们弄一台回去。